下去找，我还拿你的5块凑的。哦，很好。对啊，还你100。金星也跟我借1000块，你再看一下他有没有登记。没有，他说什么皮包忘了带出门。哦，是哦。他跟我借1000就对了。他说他会登记啊。记在你的零用金那边吧。